我要把这两条绳子变得一样长，你相信吗？这怎么可能？看好了啊，把它放到我的手中对折，第一条，第二条，千万别眨眼啊！走，瞬间变得一样长，走，瞬间变得一样长。不但如此哦，你看，当我再次把它对折的时候呢，只要我轻轻的晃一下，它就可以变回来。